下来由海军一队苏启林为各位呈现需要绝佳手感。抛接枪法波浪舞，精准到位，零失误。三军一队一开场就以华丽技巧博得满堂彩。掌声鼓励！就像背后长了眼睛，把枪往后一抛，后面队友完美接应。今年赴美为国争光，拿到世界第四的苏麒麟大秀操枪神技。五架换上编成大雁队形，低空飞过，再搭配福克50、P3C、C13动等慢速机队，史无前例上演快慢合体，在总统府上空冲场。但今年的噱头还没结束，这次总统府前的国庆典礼呢，还特别安排了军方的悍马车以及中型战术轮车，要让亚运选手站上面接受大家的欢呼，并且拉抬典礼的声势。包含羽球王子周天成，还有各个亚运夺牌选手，姓名都已挂在军车旁边。争奇斗艳的花车游行接着登场，而最帅气的宪兵机车手怎能缺席？不管是风车定圆还是对上交错，精准的走位，千锤百炼，零失误。也许就是今年的国庆太过精彩，就连保外就医的陈前总统也想参加国庆大典，看点十足，保证让你大饱眼福。记者陈家安、光军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